应该是中暑哦。哇！加油，水快来了！我倒下，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哟，哎，看到水了！快点，水在哪？水在哪？水在这！吸在你身上了，应该到！耶！啊，跑出一命了，保住一命了！哎、哦欸，你知道吗，阿神？嗯，是。我真的觉得你好像有开到 NEI 的磁铁。真的吗？我该怎么关掉？哎、欸，你目前开背包左边有东西吗？我现在按下去，它才是打开。Turn magnet mode on 跟 off。我现在上面是 turn magnet off。off 啊？哎、欸，不对，你再点一次。我再点一次变 on， 对不对？对，这样子应该才是关闭。对，我说我刚刚就是这样子。哦，可能不小心按到了。哎、欸，好啦，这样子装修好了，对不对？对。好，怎么装水的、啊？你可以教我吗？你、欸、在它煮好的时候，你拿空瓶子都要点右键。怎么样是煮好？就是煮好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空瓶子图案在上面。哦，好好酷哦！我们等它好了。哇，我看到了有一个奇怪的消息。嗯，我还在那个，我还在发烧，我该怎么样子降温啊？去泡一下水好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我去泡一下，好直觉哦！我们一起泡在这里面好了。哎、欸，好像有哎、欸，有哦，有降温了，太、欸、好啦，神奇的燎原。那我现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降到38°C 以下就来找你。好，快了，我们可以顺便解任务。好，哦，我们刚刚已经解好任务了吗？对，有一个叫 metals， 看一下，金属是吗？结果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哦，好多任务可以解哦，有一个 keeping fit， 还有一个 materials。对 ，keeping fit 啊，我们应该要先解这个了。keeping fit 吗？对，这个东西会帮助我们帮很大。那我们要不要先解 keeping fit？ 好啊，这个饮料我拿左边的好了。好，materials 吗？还是 keeping fit？ keeping fit。好，那我拿右边的哦。好，左边的叫做 skake。skake 不知道什么东西。Sake, 右边是 mad mead。mad mead 好像是一种饮料吧？好，那我拿右边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喝，噔噔噔。那我们的 materials 呢？ materials 话，金属，应该是哦。我们做出一个 hammer 出来就有了。对，这两个都可以拿。流星石检测，它可以检流星盾牌。哎呦，流星雨哦，发生什么事了？哦哦哦，哦，还有奇怪的声音哎！哇哇哇，卫星在哪？你在楼上吗？楼上。我还在泡澡，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家遭到轰炸了！嘿，哇，有奇怪的猴子哎，那是猴子吗？还是猫？太空猴，太空是宇宙来的。我妈，这是什么东西啊？哇，外面变得一团乱，好酷哦！等一下，我们先修补我们的家，然后再对付那些外来生物。我觉得他们身上可能会有带有传染病。我先走吧，我们需要防护衣。赶快躲进去，然后看有没有破洞。OK， 我先去外面吸点石头。那些猫最好不要咬我，走开哦，猫咪，我很危险哦。哎、欸，好可爱哦。会攻击我们吗？我不知道哎、欸。Call Mad Kitty。我先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破洞哦。一二三，好像没有。哦，看起来都补起来了。我们拆完解这任务了。好恐怖，屋顶这一块。这块是发射器吗？感觉被炸掉哎、欸！中间这里，哎，少了一个角。对啊，丑哦，我的树被炸成一半了。Oh my god！ 我们家残破不堪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概再待个3集，我们家是不是炸烂了？没关系，我们刚刚放下那个防护网。好，防护网是就是这个刚刚拿到的东西，解任务的那个东西。对，防护罩。这样应该可以确保我们家不会被轰炸。流星盾牌是不是？我还没解那个任务盾上。应该只要一个就够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可以保护我们家？就在你准备要放下去的时候，就遭到陨石重击，是不是？对啊，就是刚好挑这个时间的。太巧了吧！太巧了！我决定我们要放两个，加强它的作用。哦，感觉有这种很奇怪仪式的感觉。好像在充电吧。嗯，左上角他们有一个 range， 25个方块，是不是？对。好像要放东西进去吗？放一些升级可以让它范围更强。哦、oh, ，so god。对，然后我们可以装这个 my fit 了。my fit 是刚刚有拿到一个。哦，有看到了，这要装在哪里？
欸，我们按一下那个冒号键。冒号键。哦，有看到我装上去，然后我们就有速度提升了啊。哦，画面整个拉开了，好酷哦！太快了吧！这是外星生物的科技。哎，突然加速加好多哦。这个买 Fit 好像是那个什么体能训练机的样子。哦，它会坏掉吗？这我不清楚，他好像意思就是说你装上这个东西，然后做一些运动或者是打怪，可以让你有数值哎，对，会让你的体能越来越好，所以会跑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吗？或许吧，其实这模组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就变成音速小子，不是开无心，不是拜无心，小心那些猫啊，那些猫感觉很恐怖，我们去看一下它，我可以碰碰看它吗？小心哦，我们过去看看好了。哎，我们是友善的生物。我手上不是剑啊，我手上是这个好吃的东西哦。安安，哎，他们会跑走哎，彗星小鹰，我们去追他，我们去追他，他跑好快哦，追不上。哦，追不，哦，砍到了。死掉了，没掉什么东西哎，没有，没有，没有掉什么东西。好吧，它只是从太空降临的一只野猫。太空降临的奇怪生物，会不会哪天从太空掉下来一只大象？哎、欸，这砸的范围还蛮大的。对啊，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都有。我看到远方某一个地牢的城堡也被炸烂了。啊，我看到了前面那一栋吗？哇哦，太恐怖了！哎、欸，这模组真的是好多 surprise 哦。对啊，这。我觉得我们刚刚可能一直聊天，然后没有解任务，结果有些东西一直在发生。没关系，这样子才有趣。我要吃东西了，好饿哦。诶，说到吃东西，我们可以来种棵苹果树。好啊，好啊。没有苹果吗？嗯、有。没有苹果，还有一些种植的东西可以用。诶，对，我们有苹果。然后阿神，你把这个苹果放到那个合成背包的合成。背包的合成。对。那什么声音？有声音吗？有啊，我听那个的声音，该不会是楼上那个吧？对，很像是楼上那个的声音。防护罩？为什么？为什么它会叫？可是我刚刚好像没有听到，或者是它可能侦测到陨石的时候会叫。哦，我们可以搭陨石吗？它应该只是防护陨石而已。So cool. 好，那苹果有合成的吗？有，我都要合成了。合成成 Apple Core， 所以我是吃掉了一半是吗？这是苹果的种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种苹果了。外面晚上啦，好，我们先回家，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哎，好烦哦！你笑、哦，别笑。这种出来苹果树非常的赞，它可以一直结苹果。哦，它不像是那种要打树叶才会有苹果。对，我们就永远吃不完苹果了、欸。这边有那个可以装水的意思了，是不是？对，我把空瓶子丢给你。好，我装了，我身上有一点。有哎、欸，一瓶、两瓶、三瓶，所以一次是给三瓶，是不是？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再多塞点血块。我怎么只拿到两瓶？哦，三瓶有。你要一点水吗？哎、欸，我好。好、okay ，不然你把水放到这个黑箱子好了。OK， 那个黑箱子是我们的救命盒。对，我自己喝一瓶好了。然后这水包包也可以拿来用的。你刚刚水包包还在吗？还在，是可以直接拿这个东西装水吗？还是要怎么去把它装到水包包里？你把水包包跟水瓶做合成。合成吗？那我拿一瓶水喽。好，有哎、欸，25%的水。对，然后就取代包包那个背包的位置。所以它会自己，它有在补吗？背在身上，就是你那个、胸甲要拿掉。哦。对，然后就开始缓慢了。他在我背后。对啊，好可爱哦！我是只骆驼。他这个喝的效率会比单单喝那个水瓶还要好。哦，就是他会省下一些那个水资源。好可爱、哦。喝，哎呀，好。等一下还有什么任务可以？这东西好多哦，我需要整理一下包包，可是我不知道该放什么东西进去。嗯，我有一些木头的杂物啊，你都是塞到哪里啊？木头的杂物，对，就木棍啊那些东西。哦，木棍的话应该是上面这个箱子吧？上面吗？好，对，木棍、木镐啊，然后哎，头放在这里。我发现我们有个东西忘记用。什么东西忘记用？哎，这个箱子有两个新的 storage， 叫做什么 ？Unimate Pet。哦 ，Unimate。这就是特殊的宠物哦。
我们什么时候拿到它？先不要把这个东西给敲掉，然后我们先把它给收起来好了。收起来要拿另外一个是不是？对。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啊？Saving storage 其实怎么判别现在这个 storage 里面有没有东西？那个好像是我的，因为我们任务会拿到两份。哦，所以你之前用的还在机器里面。哦，我之前用的还在机器里。对，我看到了，把电线装回去。好，十字镐在这里。上面有奇怪的声音哦。我身上有一个叫做流星石检测，是不是这个东西在叫啊？应该是楼上的那个保护器，流星保护器在叫。好，那我们该怎么让它逆还原？之前那个东西是跑到右边嘛，现在我把它放到左边，然后再按次按钮，然后就收起来了。这样就收起来了。哎，真的哎，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对，它又叫了，好恐怖哦。我们可以换上这个 Yuli Med Pad。好，换你的吗？因为我们有两份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人召唤一个。好，那你先来把它叫出来，就有两只小狗狗啦。哦 ，Death Beginner。为什么叫做 death？ Bring 就是不知道怎么念的。我们好像还有骨头，对不对？对，我一个人可以造很多。我都在这里。吼、oh! ！想说今天想养宠物，你没想到还真的有一只宠物出来。这两只都是你的，对不对？对。而且这不是普通宠物哦，它是特别的狗狗吗？它们非常的厉害，好像被 creeper 直接近身炸也不会扣血。狗狗呢？我的狗狗嘞，你有叫出来？哎、欸，什么？是放在左边吗？对，放在左边。可是放在左边按下去没有用。狗狗，是说 Yuli Med Pad？ 哎、欸，还是我把它拿出来了？咦、欸，看一下。狗狗，嗯，断线。哎、欸，断线了。哎、欸，没有，跑到奇怪的地方去。这里是哪里？我被传送到箱子里啊！然后你被装进去了。我被藏进去了，哇，好酷哦！哇，太厉害了吧！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好，我进到奇怪的世界里玩下去喽。好，去吧，吴昕。哎、欸，你要先把那个，我先拿出来，换过来。好，先走喽。哎、欸，真的，一片黑呢，超酷啊！OK， 我把你叫回来。好、啊。叫完了吗？叫完了。有了。哈哈。哇。不过其实我们刚刚在浪费电。哦，真的吗？对，真的，那个方块已经少好多了。哇哦。好，没有，不要再浪费电了。那个狗狗就不管它了。刚刚那个东西好酷哦。直接被装在里面了。不行。啊？哦。没事。啊啊！发生什么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哦，不过这样我们只有我有狗狗嘞。没关系，我是孤独的男孩，不需要狗。不过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一起走，就不会有事情了。好 ，OK。这些狗会保护我们的。我身上需要带流星石检测吗？那个是我不知道那个要不要带在身上。我不管了，我不带了。Scanning。收着，身上还有好多杂物。方块这个放在这里，然后方块放在这里，之后苹果还没有把苹果种下去，对不对？啊，对，外面应该白天的，还在晚上。我放一点雪下去好了，继续种点雪。雪的话是在这里。嘿，也是只能煮一块。对。好吧，我现在尝试冲出去。真的吗？我水喝完了，那个背上的水啊，消耗速度其实很快。哦，因为其实我们原本就很渴，所以它会很快就喝完。这个真的。没关系，我们刚刚有做了一些水。那个东西一直叫哎。很像那个，我卡住了，吓我一大跳。呦，僵尸都跑到阿神那边去了。我帮你吸引住。哎呦！我痛。我帮你看一下这些狗狗的，它们厉害啊！
手，其实移动速度很快，还蛮方便的。可是那把剑为什么一直都会往我身上射？哦，我现在死的声音，你还好吗，悟星？我来帮你。还好，还好。未来，上吧，狗狗们。嘿咻，嘿咻，解决掉一只蜘蛛，拿命来，僵尸，拿命来。哦哦，蜘蛛骑士。哦，哦，也太刺激了吧！嘿咻，哈。哦，有一只黄色的 creeper。哇，那只好特别。对啊，后面吗？还是？不是不是，前面。这个创装备太酷了啊！耶、yeah ，我们解决掉哎、欸，其实我们还蛮强的嘛。好了，我发现战斗的时候啊，上面还有一只，它有时候会变速度会被减缓，那是因为有些怪会带 debuff， 对不对？对，像刚刚那个僵尸，它就哦，它身上有带一点 debuff。嗯，欸、我的喷血了，你在流血，我发现了地板上都是你的血。好，我们可以种我们的。我、啊哦、怎么长那么快？哦，你带那个。对，终于种出来了。你身上还有泥土吗？哎、欸，有，我有十个。OK。我看他已经结出一个苹果了。看一下，哎、欸，真的哎，还有点像是可可豆那个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骨粉长大，然后、哦、应该可以直接打掉，然后就掉一个苹果下来。有哎、欸，它应该算是前期的食物资源了吧？对啊，然后它苹果会一直生，会一直长出苹果就对了。好，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这苹果可以晒成苹果干。苹果干听起来很难吃哎。不过这苹果干可以补很多东西哦，应该补很多宝石。要晒在外面吗？就是先示范一次，你把这苹果放在上面，然后大概等个两秒钟吧。哎，这么快？晒好了。也太快了吧！然后这苹果干可以补很多宝石度哦。Dried apple， 好，试试看。脆脆的。慢慢慢慢慢慢。哦，全满。超厉害的！这个太 OP 了啦！哦，这个太补了吧，而且生成速度也太快了吧！对，这是这几天测试时候发现的一个超 OP 的食物，太神奇了！我现在注意四周，没有什么奇怪东西接近我们，没有，没有事，目前很正常，只是刚刚那个陨石那一炸，我觉得已经有点打乱，有可能进度说，我们今天原本要做什么？今天其实很简单，就是喝喝水，然后食物的问题要解决。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会不会需要再做一个 flying pan， 就是再多一点水资源啊？欸、可以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石头，那我先下去哦。而且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一个石头制造机。萝卜蹲，我萝卜蹲不下去啊。萝卜蹲、欸、有对准吗？哦，有对准，有，它其实很难对准。好，我们应该有个铁桶，这样就可以做个简单的石头制造机。那我先来做 flying pan 哦，你来做铁孔制造机，我来做一个 flying pan。那阿神的合成时间来了，刚刚都是交给悟星，现在终于换我了。然后我放出来，我们要先烤一下。哎，是什么声音？哦，打雷吗？都是，不是不是不是，真的那是，哦，你在挖东西是不是？哦，可能吧，是这个声音吗？哦，就是那个哐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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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factory？ 不是，这是工厂方块的事。好，我又做好一个 flying pan、嗯。可是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火源的，对不对？对，这也是。可是我们有岩浆，你知道岩浆在哪里吗？岩浆在哪里？岩浆在哪里？哦，里面，在里面。岩浆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岩浆 来煮吗？可是这样要怎么用啊？一下，比如说这边放一桶岩浆，然后对着它岩浆上面的方块点右键。对着岩浆上面的方块点右键，会发就是可能是侧边的方块吧，就是可以垫在岩浆上面。哦，你说我要把盘子放上去吗？对对对。哦，我还以为是空手，这样子吗？对，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子有用，应该可以啦。试试看，我把雪放上去了，雪是在这里。我喜欢那个方块的声音，它会扣扣扣扣扣扣扣的。哦，我又老马一次了。哎，怎么了吗？我刚刚把一个岩浆堵掉了。哦，啊，消失了，太惨啦！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制造岩浆。可是这真的有在工作吗？这我不清楚，因为他要花一点点时间。好，我们不要理他，搞不好还会自己工作。等一下回来。我很喜欢 Minecraft 里面原始的 BGM， 它会让人有一种
很宁静的感觉，真的。他每次这种音乐播出来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玩 Minecraft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拍影片，然后做的东西也存存。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玩 Minecraft 的时候吗？有啊，那时候也是 Creeper， 然后直接跑过去嘛。我以前还做了一个就是铁轨，然后那个铁轨我不知道有那个红石可以加速，我就用那个高低差，然后做一个东西，然后可以这样子滑下去，我就觉得哇，我真是太聪明了！哇，云霄飞车，对，我真的觉得哇，我真是太聪明了。他就是很简单的滑过一条小河，然后到对面的农田，就是这样。我在对面做了一个农田，然后就是很简单的东西，我就觉得哦，好有成就感哦。这个就是以前都是小小的东西，就会有很大的满足，真的，可是玩到后面就会越来越不满足，真的。因为想起来就有点纯真。对啊，好，我要去喝点水，我去装一点原本的水。我每次都忘记我们的水在哪，在这里。好，我来装一点水。箱子，我发现我在到处补洞哎。有，我发现。我不清楚到底要在哪里放这石头制造机比较好。咕噜咕噜咕噜。哦，还是过热啦。哎，身上的这个 camel pack 它会坏掉哎。哎，对，它有耐久度。对啊。我就一直装水进去好了，这样子我就只要用一个瓶子就行了。真的有在溶吗？不知道，看看吧。然后真的每次都忘记是在哪一块，在这里，在有书的这里，好，记起来。不然我在外面做这个石头制造机好了，虽然有点危险。为什么有点危险？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做个围墙，把我们家附近围起来，才不会出去的时候就遇到。一到晚上就有点危险。嗯，了解。就有点像我在玩 Crash Landing 的那个时候一样。你把自己的房子也围起来一部分，是不是？对啊，围一个围墙，然后龟缩在里面这样子。保护区。对，不然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对，我要做这个岩浆，不，石头制造机。好，看一下做怎样比较好啊。那我先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任务，你一边挖我一边看。好，好，我们现在能够解的任务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Nosy Undead， 就是很讨厌的未死者，就是还没有死掉的家伙，也不是还没有死掉，就是 Undead Bobman 应该知道是什么。我们要杀十个 Skeleton， 十个骷髅，可是我们现在只杀一个。好，那可能等晚上或者是。直接下去地牢。嗯 ，Creeper 杀死他会送给我们煤虫哎，就是 BT 里面出现过的那个，就是莓果虫。哦，有，这个是经验果，还不错。杀死 Skeleton 之后呢，他会得到那个Flying Pan， 就是一样是炒菜锅，不过是那是 Tinker 的道具。对 ，Tinker's 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看一下哦。右边有一个 Teleporting Thing， 就是。杀死三只吃 Enderman， 他会送给我们中介箱。哦，这个有点困难啊。对，我们到现在有看到 Enderman 了吗？好像没有哎。好像还没有，我觉得可能要去地底下才比较多。嗯，这边是一些桶子啊，做出这些桶子之后会送给我们一些 moss 是那个在西边会看到的青苔，对，他会送给我们青苔，可是我们要青苔吃什么？青苔 moss 是哪一个？在右边有一个 Lumber X， Lumber X 在 Boom， 对 Lumber X 的下面有一个 Tool Upgrade， 就是道具升级。哦，对，那我们这几个其实也可以准备开始做。哦，我觉得左边那个不错 ，Extra Life， 我们可以找到碎铜矿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挖起来了。哦，对，做岩石了，岩石制造机。岩石制造机，对，只是我现在要想办法弄出一桶水。好。我先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挖的桶块，好不好？好啊，我们的稿子应该可以挖桶了。好，是稿子还是锤子？十字稿应该可以。其实我们上次有看到那个，哦哦，怎么了？哦哦，一座山丘，让我被岩浆烫到了。哦，一座山丘，可是我忘记那一座山丘是哪一座山丘。我觉得我现在走过去的话可能会受伤。是前面那一座吗？你现在往那边地方看，这里，是那一座吗？那一座，对，就是那一座，左边那一座，这一座是不是？过去了，希望不会跑出僵尸或是奇怪的东西。没有，好，所以是上去吗？那我上去喽 ，Go！ 十字稿，哎呀，那里的，那里的应该已经被我们清掉了。上面那个是什么？
铜矿吗？还是铁矿？看到上面还有一些矿类，我从来没有注意上面是什么矿。这个是上面哦，看起来有点像铁矿。不，这个是煤炭矿。对，有煤炭。哦，这边有看到铜矿。哦，上面还有一些，我上去看一下好了。我这边挖一个阶梯上去，这样子之后我们要上去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嗯，因为我现在才挖一点东西就有点重哎。哦，对啊，因为那些矿物可能比较重吧。我发现听到，哎，不行，不能挖铁矿哎，挖不动哦，挖不动，挖不动铁矿 ，no。啊，它上面写 hovertable 是 no 的。这边居然有黑曜石哎。锤子的话有办法敲吗？锤子你试试看，它会动，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会不会直接爆掉这样？对啊，感觉会，我还是不要乱动它。它会复原吗？应该会。好，所以锤子跟十字镐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锤子的话，在目前来讲，我们锤子是去敲陨石比较有用。哦，这么对，然后锤子还可以，它会有一些特殊的配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鹅卵石敲成砾石，然后把砾石敲成沙子。哦，会有点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这边会有冰块？我的水结冰了，为什么？可能外面天气比较冷的关系吧。现在还好啊，你看，哎，真的蛮冷的，比较冷的关系，所以我看插火把不知道有没有用。嗯，燃烧吧，融化吧。哎，而且还会有风向哎，你看那个风，那个火焰，哦，它会往这个地方飘。外面这边风可能有点那个有点大。为什么在吹风？我还是这么热啊？哦，对啊，你是不是发烧了？对，我在流汗。你要不要喝点水？会降温啊！我的水，哎，我水喝光了，哦、好吧，我去喝一下水。哦，苹果要等红色的时候才能打下来。我天哪、啊，我真是没关系，它会一直升。我真是宅男，连苹果是青色的都不知道。哎，变成水了。哎，有了哈，有融化就好。看一下可不可以捞？测试可以捞。太好啦！这样子我们拿到咸水，咸水要怎么组成可以喝的水呢？欸，你把它捞起来了。这里，对啊，我们不应该捞起来吗？哦，对，我们不应该捞起来，我们要那个，对不对？要做那个石头制造机。啊，那我怎么办 ？Sorry。看一下哦，这个咸水你丢给我看看。嘿，咸水丢给你。我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配方，应该可以拿去煮。啊，对，拿去对煮一煮就变成普通水了。那我看一下苹果可以做成什么？苹果就晒成苹果干了。还可以看一下某种苹果料理啊。苹果可以变成饵虫啊？饵虫哦，对，这个模组包有那个什么海产养殖模组。海产养殖？对，最近在养乌龟，我对养殖很有诀窍哦。它、啊、那个养殖就是有一些鱼饵嘛，然后可以去钓鱼，然后它钓会钓出一些特殊的鱼种，然后那鱼种还做鱼缸吗？应该可以哦，那而且那鱼还可以交配 哦。太酷了吧！真的太炫了！哎、欸，不行不行，有用哎、欸嗯，成功了成功了，耶、yeah ！所以这是有用的，太好了。Yeah. 这样子，我看一下啊，我们来装点水起来好了。我先帮你装点水，你都在流汗了，对不对？一、三，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有了，之后装一点雪块上去。这样子要一直递雪块有点麻烦，我们之后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全自动化、欸。可以可以，应该可以。这个有点像点右键的功能，我在想能不能用管线来达成。就是可能之后拉一条管线出来，然后从一个箱子里面不停的递。对对对对对，我之后可能还要再实验一下。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研究。好酷哦，从来没用过这种模组哎。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蜡烛两头烧，我们到处受到意外影响，然后感觉任务没解多少，这样才刺激啊。来，这边有一些水给你。哎、欸，太好了，谢谢。好，两瓶水嘛，对不对？对。好，然后雪块我放上去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任务，我们大概还可以再解一个。我们要解什么 ？Adventuring， 这是拿到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啊？哦，这个 Hang Glider， Hang Glider， 这是一个滑翔翼。滑翔翼？对，有滑翔翼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就可以用飞的。我查一下哦 ，H A N G， 可以做哎，看一下哦。些牛皮，然后牛皮可以直接用腐肉烧。嗯，有六个牛皮可以做成一半的滑翔翼，我来做这个。好，太酷了。腐肉在这边。好，
哦，我要去捞一些岩浆，要怎么捞啊？所以岩浆那个就麻烦你了。嗯，岩浆的话，我们要制造一点的话啊，不用，可以插个火把。我发现，在食物上面按住 Shift 啊，可以看到它的食物可以补多少东西哎。哎，对，那个模组，那个叫什么？蛮酷的 ，Multi Tail。哎，对，好像是什么 Species。我刚刚不小心拿到64个 Hand Glider， 我把它放回去，不好意思。哦哦，我没有开到那个 OP。哦，好，没关系 ，OK 啦，我把它放回去。玩游戏不能作弊哦。对，不可以作弊哦。对，我们再把我们来烧点东西好了，烧一点。哦，你再把刚刚那个水煮成水吗？对，我把它拿出来好。嗯，我把它拿出来了，把它放到我的水桶里。岩浆，保持里面都有水。其实这个水桶有点好笑，它有点像是你背后背着一个东西，然后嘴巴一直含着吸管。对。哦，岩浆流出来了。我是想说先煮一点岩浆好了，不然的话我们这样一直没有岩浆。煮岩浆？对，我忘记给你看，就是这个 crucible 有没有？哦，好酷哦！它在熔它吗？对，我们就是点右键塞入鹅卵石，哦、然后下面有热源就可以变得岩浆。哦，太酷了吧！它在煮岩浆，你爸们看到了没？无中生有啊！太神奇了！所以它变岩浆了吗？100就变岩浆是不是？没有，我们大概收集到1000 MB 就是等于一桶。好，我们等他一下。那我先来做我的滑翔翼好了。煤炭我们刚刚已经有了，之后石头拿出来，腐肉放进去，它正在烧出皮革。那石头的话，我们先把它收起来，我们有一些石头要带身上。这东西还蛮重的。OK。哦。整理一下，上面是动物类，这应该算动物类。然后煤炭再放进去一些。来看一下我们烧了多少皮革，2块皮革我们会需要有皮革。皮革我们可以再多烧一点。1、2、3、4、5、6、7、6、10，我们要12个皮革。OK， 我们等它慢慢来。一人12个，这样应该够。嗯，上面我分一点到上面好了。对对对，想说分一点到上面会比较快一些。对，我们除了这个 hang glider， 还有一个任务也需要用到皮革。就右边有个像盾牌的 protection 的任务，右边有像盾牌的 protection， 有看到了 protection， 对，皮革再加上骨头，我没有骨头啊，骨头，哎，骨头用光了吗？哎，在这边有，哦，要待在身上才算数，对不对？好，对，它这个我看一下，我们有16个赋予过的骨头，比一般骨头还来得不稀有。哎呦 ，pink can，OK，、okay、我们骨头完成，这样就差牛皮。这个解完之后，我们可以拿到盾牌。嗯，我骨头拿好了，还是你要把骨头给我？我的皮革已经有6个了。我们骨头已经交了。哦，骨头已经交了吗？那我皮革就对，现在差6个皮革。有附上去了。有了，这样左边我看不到东西耶 ，Iron Wall 跟那个 Agris。右边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左边是那个铁制的，就铁制的那个叫什么盾牌。哦，铁盾牌。那我拿右边那个好了，反正看不到嘛。我拿吧。噔噔噔！哦，哇，这个好酷哦！哇，那是什么？黄金色的，感觉就比你强。哇，我漏掉了。可是它表面其实是木头啊，它只是边框是……你注意看，它表面是木头。哦，上面好多人，好多能力哦。所以是啊，哦，对，Blash Power，Blash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耶，Fabulous！哦。我不是有装那个，我们上去看一下。哎呀，跳不上去。看一下，外面很多怪物。哎哎哎哎，好像没事吧？好像没事。我先进来，好恐怖，外面好恐怖。我不小心揍到我的狗。好，我先去地底下一趟，继续看一下我的皮革烧完了没。我们今天把皮革的任务给解完好了。好。这边有13个皮革了，我们要16个嘛，对不对？哦，等一下，我分一点给你。16个在这里，那给你16个皮革。16个。嗯，我们还需要一点皮革，我们再稍微等一下。这边有8个，还差一半。那我们有皮革之后，可以解那个任务了，对不对？这个木桶是怎么做的，啊？木桶做什么，啊？哦，这木桶是我用来把，这是我住的地方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把水瓶没有没有
水瓶转换成水桶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有更多功能。哦，就是我可以点右键把水瓶装进去，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拿出一桶水。哦，我懂了，不然水瓶照理来说是没有办法丢出去的，对不对？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做泥土。嗯，我身上有一个苦力怕的头颅哎。你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树叶方块。嗯，对。你可以把它塞进木桶。塞进去哦，我塞进去了。可以塞满没有关系。塞满。塞满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进行这个，这叫什么？有，它正在转换。对。哦。哇，哇，就变成泥土啦。好酷、哦。我那边好多东西，哎、欸，它已经变岩浆了，哦，快了，快了，快了，它已经融化一半了，剩下一点点。哦，超过1000就可以捞出这个岩浆了。哦，已经可以捞了吗？对，可以试试看。那我把它捞出来喽。哎、嗯、呀，有哎、欸，而且还可以继续捞哎、欸，不止一桶。对，我们可以继续融更多岩浆。好，那我先把它放进去。我们这边还有方块可以用吗？有，这边还有方块。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上面有那个鹅卵石制造机可以用。我先把这个东西放一边、这样子放好像不行，我们要把它挖开。我先，上面正在打斗。哦，上面正在开 party 了。嘿咻，这样子应该就行。还好吗，悟星？还好还好，只是我要适应一下这个双持武器模组。左键右键点很麻烦，对不对？对吧、啊？不过它现在多了盾牌，我可以防御一下。那我先来做滑翔翼的左侧、你来做右侧。哦，吼吼吼吼！我们需要木棍，你来做右侧好了，好不好？你做滑翔翼吗？对。好，我刚刚被炸了一下。我们会不会做反，然后就？不会啊，其实皮在我身上啊，我来做。我也有皮啊，我做左下斜角好了，就是左三，然后你是做右，你懂我在讲什么？知道，我知道。好，那我做了，做了，我是做这个。有，我来把它合并起来。好，我给你了，交给你合并。啊，我们这样有一个了，这样就一个。哎、欸，它腐化成泥土哎、欸，所以我想要什么捞啊？右键吗？哎、欸，点右键。有了。太好啦，真的太神奇了！有这个东西的话，我的 Underground One 就不用作弊了。我 Underground One 把这个东西给用掉。哎、欸，还是要作弊，因为它不是草皮啦。对，所以其实还是要。草地的话，我们可以如果到时候有丝绸之处，可以利用那个直接去把它挖起来，对吧？对，我们刚刚之前有那个草地，然后我们 Hang Glider 也接好了。哦，我们 Hang Glider 也接好了是吗？好，把它的任务接掉。我闯了。Hang glider 在哪里呀、啊？欸，在左边有个 adventuring。哦，有了，三角形那个。哦，找到了，找到了。床跟黑曜石镐头，黑曜石镐头感觉很强哎、欸，可以挖，可以挖很多东西啦。我们可以替换掉我们现在这个头了。噔噔噔，哦，所以它可以拆掉是吗？可以，就是取代、哦，只是我们要先把工具修复一下。好好好。把什么东西修复、拿骨头，拿骨头，然后对你先把你十字镐放在就长得像十字镐那个放上去了，对，然后骨头放在随便一个，好，随便一个，哦，修复了，对，然后拿出来，哦，所以如果它是什么材料，我们就要用什么材料去修复它，对，浅显易懂，我学习现在再把那个黑曜石头的放上去，有了，变成黑曜石的，我可以放上我的苦力怕头吗？这个我不晓得，要不要试试看？好，我试试看。我想做我的专属武器。我的苦力怕头在哪里？哦，在这边，在这边、啊。在你这边吗？好，谢谢。李记有在降吗？有，李记有在降，快点，快点，快点，放上去。然后这个放上去。好像不行，不行哦。不行，没关系，不行，收起来。等一下，这太可惜了。Apply up to redstone。好像是跟红石有关系的东西哦。嗯，它可能要加在看什么等级吧。嗯，哦，其实黑曜石比较硬的关系，所以接不上去。对，所以我们稿子现在比较高级一点。好，我们都有比较好的稿子，这样子在下一集 episode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挖一些东西了。太好了，终于，终于啊。OK， 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该到这喽。希望 Bob 们还有悟星的粉丝们喜欢我们两个一起拍的这个系列。Bless all。末日幸存者，他
哈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一喜欢，在左上角有一个订阅，实时影片频道，实时跟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我是阿神 Kluki， 我是吴昕，下期再见咯，拜拜拜拜。